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新闻，讲到七夕拜完咯，一拜缘分，希望求到好姻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缘，读一言言，言必的言，第五条。缘是一款化学元素，也是一款金属元素，青色软软的后，你空气内底就会氧化较袂久，也毋过卖累积毒素。会当含其他的金属相夹，成做电池、做电线的外皮，或者是其他的材料。烟做的桶，古早讲烟桶；啊，若是烟无用的壶，较早讲是烟塞。结婚的时候会用到烟钱粉，因为这个烟和烟粉的烟同音，代表新郎新娘有好姻缘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烟鼻口，这是一款口烟鼻的技师。另外，阁有较大台烟鼻架。烟鼻就是一款鼻，用石墨粉和黏土做鼻芯，拍入去到鼻孔内底，用来写字。第二个词读作烟字，也就是烟做的对啊。钓鱼爱时，别日的鱼饵会当增加重量，爬搁较远。某人讲是烟堆，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热热有下凉影，带囡仔去郊外行行咧，用烟字钓鱼，搁再用烟笔记录活动有外尔趣味。烟笔若是写较钝体，穿烟笔口来敲烟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烟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